Hello， 大家好，齐。那我们今天就来一下我们的随便聊随便打环节了，好不好？那上一次基本上啊，我们这边的话被那个河豚跟不死人物打到一个快要爆炸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试试看弑神之床喵喵汪的哦，洛林总监最爱的角色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究竟能不能带我们闯出一片天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他好像有这个不死生物的这个极大伤害的这个东西，我们就看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有如传闻中那么的神猛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看一下啊。哇，我的天啊！老哥，别再搞了，好不好？真的觉得后面关卡真的是卡到一个不行啊。好，没事，我们先这样子，然后飞脚猫走起，然后待会那个砖头，对不对？来5000，老哥，别再，你到底为什么可以这么的狂啊？啊？你就不能进化一下吗？哎呦，哎、欸，这个汪希望号汪的打下去，然后还是没办法哎、欸，我的天啊，怎么会如此？来挖出来，挖出来，在那边给我543。哦，有，好像打到是真的有啊，打到是真的有。来，放个猎坡出击，烧！拜托了，希望号汪的极度伤害，砰！完了，我就知道，不是哦，那个河豚在搞事哦。哦哟，白痴哦，这个漩涡也在搞事哦，里面没有一个在不搞的哦。完了。哎呦呀，我的天天啊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，各位？哇，我原本想说，希望阿汪的弄一下，有点小机会哦。哎，没有，零，不行，那个河豚，因为以往来说都是靠它去撞我们那个什么，撞我们那个未来猫的，但是现在未来猫这个没办法搞哎、欸。想一下哦。还是我们可以用变庆去打那个天使小敌人呢、啊？天使很耐打，跟极度伤害，他们把一大堆那个打那个什么打不死的都换下来，看我猫下来好了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莫名其妙，观众可能说啊，你又在带什么鬼东西？不知道，我现在已经被弄到一个丧志了，各位，完蛋了！我的天哪、啊，一开始这个。这个红色敌人真的都还好了耶，我靠，怎会如此啊？啊，他很快就被我们直接打死嘞！哎、啊，又是为啥、啊？毒龙开炸！有，我们现在就尽可能赶快把那个不死熊熊跟那个不死玄武都先弄死。有，辛迪没了！哇，这个妈狂撞猛撞哎、欸，老哥！完了，要把打成弱智了。哇，这样也不行。看来可能还是原本的那个白黑凯的那个阵型比较好，那么一喵喵没。哦，黑凯，然后重点是前面这几只该怎么搞？黑凯开烧，然后未来猫再扛一下，还是我们有不死生物，然后超耐打的，再继续放多点出来。八戒、小樱、白无垢，是不是该白无垢一下？对啊，感觉是不是应该要缓速白无垢一下？不然这边那个一直搞，对不对？那个一直来。好，洛林总监希望号跟白无垢交换吗？
完蛋了耶！我觉得目前来说应该是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因为那个什么呀，因为我们那个功夫猫它也是可以进化的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可以用这个方法。然后洛林总监这个就下来这样子看看，试试看白不够了，好不好？我的 make 是快要被我用完嘞，我的 make 是要被我用完啦，老哥，完啦！我觉得加个白无垢好像比较好，嗯，结果最后的这个救世王者、救世圣女原来是白无垢了，好不好？搞不好真的是白无垢了。好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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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老哥们都没缓到，哎，到底是怎么样啊？哇，完蛋喽！现在还在挖。哦哦哦！还想撞啊，河豚！炸呀！你炸到北边去！哦，这个烧，这个烧，这一次有哦，白无垢，最猛的就是你，有，而且你看我们这边白无垢，对不对？再配一个黑凯，那这边是可以来一个那个一烧，然后一缓，一直把它击退的。然后熊熊死了，哦，这边又扛住了哦，吼、哦，难道真的是要靠这双美女？好啦，今天靠他们得救了，我说真的，好恐怖哦，这个世界！出来出来出来，不要在那边给我钻地板了！哎、欸，死了死了，哎、欸，真的是靠他们两个哎、哦，总算，哦，要求浪费了超多 make 死哎，又。希望号拜拜对吧，果然还是要一个击退然后一个缓速，这样比较靠谱一点点。招蹂躏的牧师终于结束，各位没问题，也是很难耶、欸、我的天，嗨呦嗨呦 OK 哎、欸、啊，这还不是最后一关耶、欸、我的天，植物性埋葬这关好像就比较好打一点点了，植物性埋葬走起。我原本好像也觉得，就是前面那一关好像也还蛮简单的，结果后面好像就又爆开了哦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来一个大款抢猫，小款抢猫，对呀，一般的抢啊，不是小款抢猫。这样子好像是可以先存点。哦哟，那个黑色暗影幻影拳击手让我不敢说接下来的话，好不好？有点狂，但是我还是想要省点钱包。哎呦喂啊！哎呦喂呀、啊！哎呦喂喂喂喂喂！拜托了，拜托了！嘿，一千多，打死打死打死！哎呦，这么快就来了！喂，这个幻影拳击手是硬到一个很夸张哎，老哥，这呆鼠打不死啊！是有没有那么夸张？他虽然是，他虽然不是打那个黑色属性的，但有那么夸张吗？这个二人组是不是打古代种以外都没料啊？还是怎样？我怎么感觉好像是这样？没道理吧？哈？我靠！我这被幻影拳击手揍死哎、欸！啊，我要换另外一个，这没办法哎、欸，老哥，这怎么会长这个样子啊？哇，这个是三星关卡吗？应该是对不对？怎会如此？太恐怖了吧！来了外送猫，我们要把谁换掉？这关好像没有那个对不对？看一下哦，好像比较少那个进化的，我把这个用掉好了。这个下去，我要放那个外送猫上来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先弄它，先弄它，这是这个。超大伤害，我就不信那个幻影拳击手可以如此嚣张，好不好？哼，我不信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还敢这边给我543，哇、哦，很恐怖哎！天哪、啊，这游戏馆还是一个属性相克游戏啊？不是哦，我完全没想到哎，我想说，嗯，那黑色袋鼠有这么狂啊？凭什么那么狂？
砸一下，我看他砸几下哦。如果砸两下就死了，我就要嗯，也、欸、没有哎、欸，好像也是要打了三四下吗？哎、欸，就外送猫哎、欸，好啦有啦，好不好？还得靠外送猫啊，今天还得靠他、啊，这不靠他我们就完蛋了。果然还是得靠他。好，那待会的话就是那个变色龙环节，我们可以先这样慢慢的存过去。反正我们存这个的话，待会出现那个黑色敌人环节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就是打一波的哦。来，继续外送猫走起。待会有钱的话呢，我们看一下能不能那个啊、哦，能不能伏魔一下。哦，砸！哦 ，nice， 砸到了，砸到了。伏魔开烧！拜托拜托，哎呦！伏魔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用多一点这个二人组的哦，因为那个鹅已经在黑 P 了，然后只要不要有那个什么，不要有那个不要有黑色敌人的黑色那个来，应该就没啥问题吗？不是为什么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了？又什么？哎，干嘛啦？白痴哦，这。是想干嘛、啊？完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不是应该要先出那个，应该要先出黑凯的啊？哈哈哈，完啦！